我开玩笑的。有没有竖屏的 vlog？ 好了，大家好，今天是2020年12月24号，然后我现在在去他的路上，别笑，现在在去拍便宜照片的路上哦。祝大家平安夜快乐。24号，今天是平安夜。这是2020年12月4号。我头发最近有点长。艾特嘉行新月。